能力，我希望在自己30岁之前能生子。面前讲任何人是非都需有证据。就是因为我不想向这个世界肮脏的一面妥协。2021，二是好事成双，零是烦恼清零，21是幸福这两个字的笔画数。新的一年，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2021，好事成双，烦恼清零，幸福无极限。